周柏豪最近同袁伟豪一起拍露营为主题嘅节目，佢话喺节目中有好多新尝试，其中一集就邀请咗郑融嚟做嘉宾。呢日佢哋一起出席抗疫音乐会，郑融都讲翻佢嘅体验。系啊，我好有幸咁样可以参加佢其中一集，而嗰集系最舒适，同埋系比较豪华，因为就系去体验呢、這个即全世界好似话只得三个嘅一个帐篷咯。咁呢个帐篷豪华嘅程度就系可以泊架车入去噶。咁可能其他集数我听闻都几辛苦，因为好多啲体力劳动嘅嘢。咁我就系比较享受式咁样，咁所以好正，多谢你啊！就嚟到母亲节，做咗爸爸嘅柏豪会唔会趁呢个机会慰劳下太太呢？我身边太多母亲啦，冇嘅，系啦，坦白讲，咁即系而家比较尽量即系多啲留喺屋企嘅，因为都而家咁样嘅疫情嘅情况啦，即系留喺屋企嘅话都系一个公民嘅责任嚟嘅，咁尽量留多啲喺屋企，咁大时大节就更加添啦，咁喺屋企食到一餐简单嘅晚饭，其实我已经觉得好珍贵、好温馨。